辛苦你了，整理行李。你知道现在几点吗？现在几点？早上6:10。其实我们4点多就起来了。对，根本没在睡。好，然后我今天要回台湾了。那不过想说都已经这么早了，原本想说7点再出门啊。对。那都那么早了，我决定呢，我们去挑战一下。早点上飞机是不是？没有拍，因为我们飞机是9:50。那想说那么早去机场呢，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？那就是去机场睡觉。没有，因为我刚有查一下，就是我想说我们去机场，我们去全日空的贵宾室。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是去长荣贵宾室嘛，然后想说去拍一下全日空的贵宾室。不知道吃的那种方向有没有不太一样，有些会比较西式啊，有些比较日式什么的。没错，好吧，那所以我们决定现在就要出发了，我要把行李合起来。合了起来吧。你买太多了，大家看看，你看他买这些东西都是太太的，东西掉出来，我们的插头。好了，先这样。我们频道快要破80万嘞，赶快订阅一下哦！感谢阿里阿多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伴侣退房没有，没有人呢。对，现在没有人。请将房卡。没有。请将第二张房卡。那你就投入。是不是丢到那里面？请将房卡丢到那里面盒子中。哦，这里丢进去。OK， 办理完毕了。7:10，我们已经到了羽田机场，而且已经完成 check in 了。但现在还早，我要带 Tim 嫂去做一件很疯狂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先跟我走。要干嘛？没错，我们要去别的航线。要干嘛？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你要带我转搭别的班机是吗？我们去别的航线，你一定要到一楼，然后一楼这边有 free 的 shuttle bus， 它可以到各个航线呢去游走。我们到了第一航线了。那你要带我来干嘛？往下二楼。什么？你要买欧米亚饼吗？对啊。啊？你说我们已经买过欧米亚饼啊？没有，我们要去个地方走，我们去二楼。二楼。还免费过来，这个很难抢哎。我们到了，不用排队。这个代购很贵耶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就这个。好意外哦！我就是要给你意外啊。好，我要，既然都来了，我们买两盒吧。两盒12吗？12或15都可以。好，那1盒12，1盒10。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很意外。我们现在收工回第三航校了。我们就是为了来买这个。对，不用排队。但是它只有在第一航下的2楼这一层。这是小 Pepper 跟大家说哎，你就不用去那边跟大家排的要死要活。真的，好多人呢，好险我们赶回来了。现在7:40，赶快去排队。我们进来了，然后它有2间休息室，有一间我找不到，可以找这一间。那我们可能在这里，因为这边有一个 Star， 这里星空联盟的 Gold， 所以它应该有分2间，走吧。我第一次进来，这边可以淋浴。
大哎、欸，超大的。你看，我们先找个位置。那边有个周边位置，它这边有一个 order system。你看一下，他说只要连接 ANU WiFi service 扫 QR code 就可以了。我来试试看。连接 WiFi， 连接 service。这边订餐。好了，好。各位，很丰富，有日式、西式，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豆皮寿司啊，饭团，然后还有，哎，这个蛋是嫂子很喜欢吃的蛋，烘蛋。然后呢，我们 order 它有荞麦面跟乌龙面，然后我们两个都点了乌龙面。然后呢，它这边有好多人都拿的，对，咖喱饭超热门的。但是因为我早上是吃素。所以我就是拿了那个马铃薯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超级丰富的耶，是不是很棒？哎、欸，我觉得这边真的感觉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比我上一次来还要多哎。我第一次来 NA 的那个 lunch bar 的时候，对，就那时候我觉得东西没有很多，然后几乎都是味噌汤啊，一些寿司，差不多就这样。今天为什么没有味噌汤？我很想吃味噌汤。你这样很多了吧？好了，好了，那我们赶快先吃一次吧。哎、欸，你吃完了耶！完食，太好吃了。豆皮寿司第一名。哦，对，我觉得豆皮寿司真的非常好吃。乌冬第二名。乌龙面的话，我觉得要加七味粉，跟那个胡椒真的好好吃哦。还有那个马铃薯烘蛋。嗯，马铃薯烘蛋。就这样。还 OK。我来看我的甜点会不会得分？杏仁豆腐。你等下飞机餐应该吃不下嘞。继续给它吃下去。嗯，还好。那个我想补充一下那个豆皮寿司，因为很多豆皮寿司基本上就是，豆皮跟寿司分得很开，然后那个饭很硬，嗯，但它这个不会，完全是巧妙融合，然后也不会太酸，而且它豆皮还有点 juicy 的感觉。对对对，你吃下去它是很有嚼劲的那一种。嗯，好了，我们要去赶飞机了，再见。等。那个咖喱啊，嗯，它是日式咖喱，嗯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印度咖喱，就是你在家里做得出来的那种咖喱，就这样，还好。